到目前为止，人类科学家已经在许多大洋底下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文明遗迹。这些水下遗迹的建造者拥有着精巧的技术、发达的文明，而这些文明很可能因为某些变故而无法延续，只留下历史遗迹作为他们曾经存在的证据。在印度西部海域，就有一处9500年前的远古水下废墟。在距离印度海岸40公里、深36米的坎贝湾海底，科学家发现了两座古城遗址。两座城市都拥有宏大的城墙和广场，城中的手工制品已有9500年的历史，有着人类居住过的痕迹，以及使人能联想到的大浴场、要塞等建筑物。科学家推断，两座海底古城很可能是失落于冰河时代末期的古代文明，也就是大洪水传说中发达的史前文明之一。这一发现将比目前被认为是最古老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更提前了5000年。